这是我们在澎湖海盛馆，也就是我们行程的倒数第二天。好，镜头转过来。老婆，谢谢你陪我从认识到现在，老婆也辛苦了。然后希望昨天的烟火秀，私人烟火秀，你会很喜欢。老婆，我爱你哦。祝老婆跟我的澎湖之旅幸福快乐，然后一辈子幸福快乐哦。